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最近打本真的是让小强郁闷死了。是不是有人故意拖时间，拖慢你刷本的节奏？比这个还要郁闷100倍。小强发现下本的时候最高输出的奖励是最差的，难怪之前那么多人不愿意带生活职业。有这回事吗？会不会是巧合呀？一两回是巧合，但回回都这样，根本说不过去。以前因为装备问题，很多人都待不了，基本才职业一进队就会被踢出去。现在小强装备好了，也没在意过这个问题。组野队的时候都是一带上或者是二拖二的，要是奖励给的好的话，带带也无所谓。但玩野的机制真的有点恶心，每次我带队打输出最高，给的都是纳米，连配件材料都不爆了，更别说配件了。次次爆到最好的都是输出最低的玩家。这个不合理呀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个个划水得了。别讲究合不合理，事实就是这样。小强现在都不想带人了，下本速度慢不说，还要免费帮人打工。你们看，最高输出的我拿的只是纳米材料，其他人不是配件材料就是机械核心，反正没一个比我差的，简直太恶心人了。你简直是没有道理，全程在帮队友打工，太可怜了。小强打了这么久，吃的都这样，我都寒心了。以前是配件爆率低，现在是连配件材料都没有，每次都给一些纳米材料，搞得我都不想去刷本了。天天看你鬼哭狼嚎的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！你不想想我多久没爆过配件了？新型枪口长啥样我都不记得了。确实怪可怜的，希望这个机制能优化一下吧。这次狼宝箱也是小强预想的一样，又是纳米材料。你看其他队友最差都有配件材料，这下不能说巧合了吧？确实有点说不过去，你太不容易哦。以后小强也不打算带生活职业了，与其免费帮他们打工，我还不如去拆迁呢。刷的累不说，心里还堵得慌。如果这个奖励机制不改的话，以后玩家差距会越来越大了。我觉得网易就是想把土豪和平民分开。确实有这个趋势，现在已经相当明显了。这次小强也是特意控制了一下输出。你们看，全队最高上的那个爆的肯定是纳米，其他人出的都是配件，这规律小强吃的死死的。看来以后下本都要考验演戏了，不单只要混，而且还得混得不明显。你这么说倒也不错，看得很透彻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是翔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